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炫耀主持人 Clicky， 欢迎来到我的 Studio。今天玩的 Minecraft， 我们在玩的是 Underground 2 Winter is Coming。我上集 episode 的时候我在玩法尔兹语，那是早上的事，现在我们是下午，我们要玩 Underground 2。我记得上集 episode 的时候，我拿了一根火把，然后四处乱逛，有 Bob 告诉我说我身上还有木材，哦，还看得到下面，我是不是没有调距离？我们调最近好了，反正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。然后声音调到最大声，这样我才可以，呜，好大声，这样我才可以听得见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要把上面这个挖掉，咔嚓。我这样好像有点大声呢，稍微把它关小声一点好了，这样子。然后把身上的这些沙子给挖开，这里挖开。这里用起来，不是，是有 zombie 在上面等我，是不是？哦，哦，我又浪费了，没关系。哦，这样子就打开了。然后，我身上有一点像木材，我可以把它做成木棒。这样有48根木棒之后，我可以跟我的我不知道我要那么多，先做48个好了。我想留一点，就是木棒。木棒在哪里？咦，我是不是把木棒全用掉了？哦，没有，木棒在这里。我想留点木棒，等一下也许可以用得到。然后我觉得有 zombie 在上面等我，是不是？我先把这个东西给挖起来。然后，好大声哦！是不是有 zombie 要来找我查？我们的难度调，困难。然后，我刚按到普通，然后它就消失了。不对，它在上面。Hello， 好，没有看到人，我们再往上去。哦，看到了，它在那边跳。老实说，我已经完完全全的忘记回去的路在哪里了，所以我们身上的武器，我好暗哦。我们把火把放在身上，然后我们朝这个方向走，那边有一只 zombie， 两只 zombie 跟着。这边的资源还蛮多的，我想稍微探索一下这里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再回去好了。我刚看到有点红石在下面，我觉得这集 episode 我有挖到钻石的预感，因为我们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。这样子应该可以。这附近好复杂哦，我们往前推进看一下。我在刚才都找到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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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我们Underground第一颗钻石，而且是裸钻哎。哦，三颗，还有吗？4颗，5颗。哦，这一切来得太快了，我先把身上不要的东西丢掉好了。我觉得这么多雪球应该没什么用，把雪球丢掉。嘿，5颗钻石哎，开心开心。我觉得这一集 episode 应该还会有再更多钻石啦。我还以为我挤出钻石来了。我们继续往里面推进，也许会有更多的裸钻也不一定。不知道 Bob 可不可以告诉我回家的路是哪里啊？因为我现在我听到zombie走路的声音。是我后面吗？应该是上面的。我们稍微把这个东西挖开好了。还有吗？没了。我们身上还有一个钻石的十字镐，我们应该可以用它吧？那我们继续往前推进。感觉我上面应该还有一层。是一个开放式的区域呢。这边好大哦。继续往前走。还有路吗？往下面的路哎，好，我们下去好了。插在这里，然后插在这里。哦，弓箭手的声音。嘿，看到你了。还有一只。嘿，好，解决。我们到这里面去看一下好了。然后我想吃一点面包。天哪，好刺激哦！继续往前推进。
这边没有路，是条死路，但是下面有一条路，我想下去看一下。哎，这样子下去有点危险，而且好多骷髅弓箭手的声音哦。嘿，有人吗？这里有点挤哎。然后这里没有东西，所以我往回走。然后这里有东西吗？哦，这就是我们跳下来的地方，刚刚那个弓箭手失误的地方。嗯，我们走这里好了。剩下28根火把。下面，哦，下面是岩浆区域，也许可以看到一些，哦，也许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要的，那是 zombie 吗？哦，是弓箭手，而且他穿皮革装，这边战斗有点危险。上面又来一只了，这附近是不是有弓箭手生怪砖啊？不行不行，我要把它弄下了。好，而且还有 zombie 在那里，这里战斗好危险哦。哦，嘿，这感觉就像敌人的大本营一样。虽然这边很亮，但是敌人好多，我看到一只了。他等一下应该会摔伤吧？解决。哦，这里好恐怖哦！倒是没有看到，倒是没有。我不相信这些东西。嘿。哦，果然，好危险哦。倒是没有看到，就是，那叫什么？黑曜石，我现在比较想要的是黑曜石。然后，我觉得我是不是回不太去了？这边有点红石，然后有听到蜘蛛的声音，而且好像不止一只哎。嘿，吼，在我后面吗？一只 Enderman， 然后一只蜘蛛。好，我身上的剑剩下一把，对，然后我们去干掉那一只 Enderman， 希望他给我一点，插在地上好了。希望他给我一点，就是中介。哦，糟了糟了糟了！Enderman 平常发出来的声音都那么恶心吗？他在跟谁沟通啊？哦，他在叫吗？他的叫声好恶心哦！我觉得他应该是在下面。哦，我不喜欢他的叫声。哦，他似乎送给我一个珍珠，然后身上的中介珍珠已经有两颗了。这附近有钻石吗？不是听说只要有岩浆的地方就会有钻石，还是这只是迷信？不知道爸怎么想的，常常听到人家说就是只要有岩浆的地方就会有钻石，是因为钻石只会生长在，不是生长，只会出现在就是只会出现在比较低的区域，所以大家才会这么想，是不是？这边有点水，身上只有两块铁，但是其实我可以做一个熔炉，然后去挖钻石，哈哈，更多的钻石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哎，还有吗？没有，两块钻石，今天真大收获。但是代价是我回不了家了。哦，我的家在哪啊？我好想念我的家哦。采一点红石回去好了。今天大丰收，我现在比较想的是找到一个地壳，
地壳是什么？找到一个就是有生怪砖的地方，之后在里面找到一些南瓜或者西瓜种子之类的。我现在比较缺的反而是那些东西，这感觉就像是人走过一样。骷髅弓箭手的声音，稍微上去看一下。哦，死亡弓箭手。哦，刚弓箭手救了我一命，哎，居然有埋伏！天啊，这地方还真恐怖，有更多的夜晚的生物。我不打算走这了，这里让我有种恐惧的感觉。我比较怀疑这水是从上面流下来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好走，而且我们要取水的话还要到很上面。我们走这里好了。没有路，马上打我枪。这里没有路的话，我们就往回走，走这条路看一下好了。这条路我有来过，上面那条路没有去过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是我刚刚打 Enderman 的地方吗？好像不是。踩一下红石。嘿。啊，红石吸不起来了。好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。又有听见 Zombie 的声音。哦，有了。哦，糟了，先暂时撤退。撤退，我说撤退。好，我们需要一个合成台。嘿，然后我们必须把金子吸起来。咦，这金子在做什么？哦，有了。我们必须做一个木棍啊，我身上有好多木棍。然后我们做一把钻石剑，我觉得我应该足够可以做一把钻石剑了。之后我还想，好，先这样子，东西先留着，先做一把钻石剑应该足够用。这边有一只装备。好，继续往前探险。附近是一个大峡谷。嘿，哼，更多的钻石，哒啦！今天大丰收哎，确定没有人？好，好多钻石哦，哒啦，十颗钻石了。然后这边还有更多的红石。继续往前看，啊，放错了，再做哦 ，Enderman 的声音，再做更多的火把，我觉得这些火把应该够用了。Enderman 在这附近，下面应该又是岩浆区了，岩浆区就代表会有机会会有有机会会有黑曜石，所以我必须下去看一下。啊，这里我来过嘞。咦，稍微把红石踩起来，所以我绕了一圈回来了吗？嘿，这边有一只张饼，对，我真的绕了一圈回来了。二，好，这里没有东西，然后。我这样绕了一圈过去，所以走这里可以。他应该上不来。哦，有只 creeper。好可爱哦。
哦，你一点都不可爱。嗯，然后我们朝这个方向前进。哦，看到你了。嗯，我想先把自己的血量恢复一下。然后我看到有几只zombie朝我这边走过来了。哦，你们五分身之术哦。好，这样子应该可以。我们先不要去招惹那一只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又绕回原本的路了？对，没有错。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刚刚有很多水的地方。我觉得我开始摸熟这个地方了，虽然这个地方蛮大的，但是渐渐的也摸熟它了。我觉得该是我们打到回府的时候了。把火把放在右边是往深处前进，所以不应该是这条路。我有种感觉我回不了家了，真是要靠爸爸的救援了。爸，你觉得我的家在哪里？不是这里，我们好像要渡过岩浆区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还没有把，就是我们要的，回家的路是这条吗？不是这条，我们是怎么过来的？不行不行，哦，是上面吗？哦，我们应该是从上面过来的。对，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区，我记得我插在地上。然后这边还有好多路没有探险，身上还有好多火把。Bob 们觉得我该回家了，还是继续探险下去？我再四处逛逛好了，反正都已经这么难回家了，再让它变得……哦，好大声哦，吓到我了！更多的岩浆，然后看起来我不希望有一只张比在后面推我一把。哦，看到你了，在这里站都有点危险。哦，太危险了吧！好，更多的装备。No no no， 这边不欢迎你。呼，哎，这个地方我来过哎。插根火把标记一下。虽然这边很亮，但是还是蛮危险的，感觉一不小心就会 Underground 2就会在这边去了。嗯，稍微把一些资源给拆起来好了。前面我去过哎，有点复杂哎，这个地方。哦，我应该是绕过去的。我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路。还有一小条路，稍微上去看一下，嗑点面包来吃，然后我们继续冒险。我想要再更多钻石，我想要采到15颗钻石之后再回家。有没有人？没有人。这好像在玩那个，就是木头人，123木头人。听到一只骷髅弓箭手，这是一个回不了家的节奏。更多的红石，然后更深的洞窟，搞不好我们这样走一走，走一走就到那个神秘的遗迹也不一定。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啊？稍微把地底下的洞窟探险一下。嘿，这条死路。好，我们打到回复。嘿，我刚记得旁边有条岔路，有点好奇，过去看一下好了。红石竟然没有把它吸起来，嘿，已经满了吗？雪球走开。朝这个地方上去看一下好了，是一条死路，上面没有路，这边有一条路，下去看一下。弓箭手的声音。那是 Enderman 吗？不是。哦，有了。嘿，
嘿，解决。给我一点黑曜石，没有黑曜石。为什么这洞窟里面的骷髅弓箭手这么多只啊？他们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有黑曜石吗？没有黑曜石，倒是听见 zombie 的声音。哦，有了。哦，他们想说，兄弟，你干嘛射我？我们之间究竟怎么了？哦，真的好多弓箭手哦。真的超有趣的，看他们自相残杀。哦，皮革装。我们要皮革装吗？我们先把附近的怪物清空好了，这附近的怪物的声音好大声哦。我想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丢掉了，像是三个种子，宁愿拿去换皮革装。这个地方很危险，不能站在这里。这地方我来过哎。我实在是有点搞不太懂这个地方了。总应该是把这地方全部点亮就对了。没有黑曜石，那边有经验值，但是我不太需要那些东西。我记得这个地方，我绕了一圈回来了嘛。这地方是我铺路过去的，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回到上一层？是往上面走是吗？胡八百在右边就代表我现在正在回去，所以我现在走这条路应该是对的。这里没有探索过，继续探索一下，再给我点钻石吧。下面我是不是去过？这边也蛮亮的，空旷的区域摆一根火把。嘿，有只 creeper 在那里，我看到你了。最后一集。哦，是zombie。只要不是从后面来的敌人就没有问题了。嘿，稍微把附近点亮一下。嘿，上面是，应该不是回去的路。这里也不太像是回去的路。哦，还以为那个声音是。还以为刚那个声音是就是史莱姆的声音，想说这次真的赚到了，连史莱姆都有，结果不是，他刚叫了一声，有点失望。这里是走这个地方。嘿，哦，哦，挖到宝了，我听见。很多蜘蛛的声音，感觉是在上面，跟他赌一下，我猜是在上面，果然没错，上面是一个蜘蛛生怪砖，所以我们要朝这个地方过去，会比较安全一点。嘿，好吵哦！哦，是毒蜘蛛生怪砖哎！哎，不对，前面是一个……哦，这可危险了！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！先封印起来。OK， 我觉得这集 episode 差不多先到这，我挖到宝嘞，是毒蜘蛛生怪砖，应该也是成就之一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知道以我现在能耐到底可不可以攻陷这个地方哎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点左下角个喜欢，在左上角个订阅，实时跟影片频道，实时跟踪影片动态。我觉得这集 episode
不，我觉得下集 episode 很有可能会是我第一次在 underground 里面死掉，而且我身上带着四颗钻石，不知道 Bob 们觉得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往前走呢？那这一集 episode 差不多就到这咯，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也许你可以上去，你把我卡住了。你是要害我还是要帮我？Excuse me